家好，我是美美，这是我女儿花花，今天要分享我做的 MV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不行，怎么了？你做的 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都有得到授权吗？没有，那就不能播，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